something like, you are everything.现在要去机场接我姐姐了，平时健身的功效起来了，就是即使穿着5厘米的靴子也可以提得动手提箱。大家都出去跨年了吧，这么冷的天还要去外滩骑，真的佩服啊。可能待会儿接到姐姐已经是12点了，所以和一个漂亮的灯有一个合影，就当作是今年的仪式感吧。请注意，南京东路站已经停止运营，列车在该站不停车，需前往南京东路站的乘客请在相邻车站下车。嗨 baby， 为什么新年第一句话不是跟我说新年快乐，而是说这句不吉利的话？也不吉利，为什么？这个洗面奶是 B 站上一个妹妹安利给我的，我听她的买了用一下，我觉得确实还蛮舒服的，用一下这个妹妹，因为真的很好用。2021年的第一天是一个美女的话，那到最后一天也要做一个美女哦。我也没有想到，攻略上是推荐这里。你有攻略吗？没有。不需要有攻略，因为去你新的路，我一直都知道去哪里。你也不说一下，我又冷又饿，我还怀疑我是不是低血糖。我已经有很久没有吃过这种鸡柳了。就大概就是拿出相机拍一个了啊，是吧？好。大家想，刚刚上完那个华为小课堂出来，学了一下我的专业相机模式，我感觉用上对，值这个价了。之前就是我从来没有点开过我相机的专业模式，7000多块钱手机只用了40块钱的功能，就华为很强。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跟你一起出来一趟，每次坐个地铁都得过
坐两道安检，要么在火车站坐，要么到机场来坐。哎，我也没有想到虹桥枢纽这个板块这么大，结果我们酒店定在了离机场这个地铁站很远的地方。就如果要来上海的同学，我觉得还是不要想着要在虹桥这个板块了吧，就是就不用问我妹妹攻略的事了，不要问我攻略的事，因为她心里是没有数的，连亲姐都能这样坑害。我真的对上海不熟，对南京很熟哦。也做饭了，所以姐妹情濒临破裂的边缘。嗯，我现在准备一出地铁站带她去芭比馒头，先吃两个馒头。我姐姐觉得这个女生的鞋好漂亮。太不行了，你上肩还要把弓放在地上支撑着。你理解一下一个前 IT 从业人员的身体素质。光仔今年要发大财哈。是老板刚刚送给我们的，我觉得运气超好。这个店叫，哎，这个店叫大吉便利店。然后，上个月的时候，因为一走进这个店，好像身上的霉运都被关在了门外，然后就发生了一件让我转运的事情。发生那件事情以后，我觉得我整个人都特别的轻松，特别的快乐，然后我都觉得我的2021年会特别的幸福，然后就是，大家不需要担心我了，我现在还蛮好的。为什么我们两个人去吃正餐之前还要胡吃海塞一顿？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桂圆铺的奶茶还有蛋仔。我刚刚拿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它的塑料袋的材质都很不一样，因为他们要环保嘛。然后我刚刚吃了它的珍珠，好特别，跟我在什么一点点啊、喜茶呀、乐乐茶他们的珍珠感觉完全不一样。如果你的城市有的话，可以去试一试。自从那一期人家女的没有，但是大家会觉得可不高兴。
这样倒上去烧一下，它的那个起个什么作用呢？我们店长说这只是一个仪式感。哦。狗咖，柴犬咖，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吃蛋糕了。现在看狗岂不是对我来说不是最重要的事情？最重要的事情，我要赶紧点上两块好吃的蛋糕，赶紧吃掉。柴犬咖啡店要等30分钟，所以我们决定在这附近看一下这种特别小的店。陈明凤，哦，这是刺青的吗？嗯，我和姐姐刚从一个那种卖复古玩具的店里面出来，虽然我们什么都不懂，但是我们心情还是觉得很惊讶，就是感觉不管多小众的东西在这里都可以找到它的爱好者，我就特别喜欢这种氛围。内心有特别有童心的人吧。你要走了，我连化妆的心情都没有了。不用化妆，在我心里是最可爱最美的。我一直都觉得自己脸蛮小的，跟你比我脸还是得大一圈。发生了一件特别尴尬的事情，我在送我姐姐过安检登机的时候，那个测温系统发现我的体温比较高，然后让我把帽子摘下来，凉快凉快，然后大家只能看到我的眼睛，因为他不让我再戴帽子了，体温太高了。我幸福，我也幸福，拜拜。为什么？哎，你在哪？你在这儿。爱你，希望你2021年，不，希望你人生以后的每一天都像今天一样的，每天晚上都能看到最喜欢的人。